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，也谢谢所有的。我还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民众党一号举行记者会，对外说明金华城案与柯文哲相关事项。不料就在记者会结束时，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与会。外界在关心存大笔现金这件事情，可是他们说，请问东森的记者，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？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？有媒体想要发问，却遭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萱大声回呛。张吉凯伸手示意吴怡萱冷静一下，开口想缓颊，一旁黄国昌见状抢话，并跟着开呛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东森要这样搞也没关系，就现场直播嘛。是啊，第一个现在是怎么样？没有，先停一下。你说外界质疑大笔现金，第一个外界是谁？第二个大笔现金是多少钱？两人一搭一唱，还扬言要没收麦克风。提问记者在镜头前，在直播线上被公审，逼得他转头掉下眼泪。如果大家要这样子，以后我们麦克风都会控制着。一度扬言要管制媒体使用麦克风，立委张其凯与文宣部主任李鼎立眼看现场气氛越来越僵，赶紧出面打圆场。今天九一记者节，我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没有人要问，怎么会算记者节？你没打断我的问题啊，没打断我的问题啊。没关系，没影响。对啊，我一直在求上去。祝大家记者节快乐，多谢记者朋友们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记者会结束，前科粉护理师张乔瑜跳出来在社群发文批评吴怡萱是在大牌什么，党主席有难你还窝在冷气房呛记者，最后还说不给问就不要开记者会。民众党全党就一人在记者节呛记者，最后再一句记者快乐，听在当事人耳里很不好受。三立新闻江俊伟、徐子轩、郭思文台北报道。